2800亿旺角一房退居幕后，强势部署加棒，躺王接班人揭盅。华昌96岁的嘉利集团创办人郭学年，近年强势推动旗下公司部署加棒，香港上市旺角嘉利建设同埋嘉利物流，由被指最得宠嘅二房孖仔郭孔华，分别出任行政总裁同埋主席。经营酒店嘅香格里拉由二房长女郭慧刚执掌瑞印，原本打色嘅一房长子郭孔成同埋二子郭孔彦则退居私人控股母公司嘉利集团。至于市值逾千亿嘅全球最大棕旅游生意上凤翼国际，则由侄儿郭孔峰掌舵。欲知更多内容，请留意最新一期《动周刊》。